妈妈有弟弟妹妹。这个好消息你才说啊！我老爸今天开心的时候把店铺关上一小会儿，晚上出去外面吃饭。你要不要一块去？哎，可以呀、啊。啊，这里是家里啊，开心的呀。啊，你敢营销社会？人家还不知道呢，我就很纠结，到底要不要跟他们两个人说，怕他会有压力。这有啥压力啊？我拿事，我怕。不会。他们是有自己的规划。对，他们是不着急要。对，他们是不着急。这个东西像我们这个，我也不参与。明天再讲。这胎明天不都发发现？这一胎是叫子宫前位。前位，子宫前位有看看明天。你下个月下港前天已经出新了，拿公贵嘛不是的。你给打是5.8，然后拿公贵呀？那时候怀他都不行吗？一点都不行。这是5.8，我这是4.5。他更小。那么抓下来，谁陶醉呀？我跟他两个人蛮冷硬哦。导模你不需要用哦，你只需要用洗发水。你有一个多月没来了。是啊。嗯，那上次清明节来的，然后到现在，然后这个是沐浴露，带了一个新款来，你们试一下。啊，沐浴露也行，我也没。然后这次他们多出了两款。然后这都要试那假胖的。那就这个啦，金色瓶的这一个。嗯，假胖。我都感觉老爸的头发好像变多了。哦哟，有没有发现？我想肥了，我那是可以。我爸还算是很年轻的，一点以前都是纯光头。我心态啊，那心态也好。我们这次定在6月8号直播。到时候还有兄弟姐妹洗发水导模用完想囤的，要记得来。对，记得来我们直播间哦。你的是不是用完了？啊。老爸说他喜欢用这一瓶，你就把他这瓶留着。然后你再加一瓶狮子柔滑地、啊，再来一瓶这个倒模。我这跟他有青菜哟。要不你沐浴露白一点就可以。我这爱情中明挑。明挑物，我给我安排一半斤。少不重要。那肯定重要，你们也很重要。我不重要。都很重要。今天阿海心吃了不？没你哈。那家里我再帮你买一个哈。唔好，讲介个事别过问。家乡我找你用钱问。来。你放心，我公公婆婆给我照顾得很好啊！你们放上100颗心。你这叫重点保护。好吃吗？那刘家乖，他都等我说爸爸抱我，妈妈你不要抱，要不然会压到你肚子。然后我送他上学哦，下雨天嘛，我说我抱你吧，妈妈我自己走，要不然你这样肚子会不舒服。假乖，真的假乖。现在准备去吃饭，老丈人指名道姓让我不能买单。不用买单，我不会，阿妹家里我不请。捧着钱去了。应该。跟你老丈人坐近一点啊、哦。哎呦，他又要升级了。你俩都要升级了。来点红的。我推带这个呀，咱地主不沾的没办法，只能这样。咱们要先跟微信霸一下。他说我当姐姐，我也开心了。来吧，咱们自己几个敬一杯。好，王岩，敬你爸一下。应该敬他老妈来，敬一个。最辛苦的，没错。专门点了一个福州的锅边，他还不敢吃。味道太重了。还是什么都吃不下，只能吃咸萝卜。这是要喝光还是什么？喝光吧。多喝点哈。嗯。要陪外公陪尽兴了啊。高兴啊哈。喝完了没有？哎呦。激动一下。这家伙再藏一瓶，晚上回去要跟舅舅干杯。跟舅舅干杯，要不要外公帮忙啊？今天是艾莎公主啊！姐，请天阿滚。这哪一条姐？我，你把阿米说千万错啊，姐。结果是王总去抢的买单。真巧啊！老爸快气死了。也没叫我过去一起吃一下。啊，你不是说你不方便吗？我这行动不便啊，明天再请我吧，就近请吧。我妈妈有弟弟妹妹。这个好消息你才说啊？是真的假的？跟我开玩笑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啊。所以这次回来报好消息了，回来报喜了，你爸开心的不行，哇！你们无稽呀？没有，你不要给压力哦，是你不给力，不是嫂子。没有了，我们是商量好明年的。我们看评论区都在问，一个个都侦探，都是火眼金睛，一个个都是 B 超机哦。他们从各种细节都看出来。上次对，然后所以一直问我，我都快憋不住了。因为那时候他在直播的时候，然后回房间，我看到你不会是有了吧？还会告诉我。很严肃的，都没有啦，有了还不会告诉你、啊。因为我那天看那个情况很反常，对，很不一样。你们要努力了哦。你要努力了哦，要搬个好几级哦。我先把我老妈培养一下，到时候你好好坐月子啊、哦。好。怎么没人夸我很棒啊？你说有就有，来。他说你很棒，给力。